那个东西，就是呢，我们先去飞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这里应该可以。然后呢，挖一个，放个三个，就是三乘三的三块蛋。两层高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放下面，那个岩浆放上面的话，会变石，水会变石头吧？那你知道，那你应该也知道，两层高。那如果人家放这个样子，岩浆放下水上面的话，岩浆会变成那个那叫什么？会变成黑曜石的吧？那你们看过这种画面吗？其实我已经做好了，我给你们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刚测试的地方，你看过这种画面？很少见过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你们看过吗？这种画面你们有看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里面放了海草，你们自己，你们可以去打开你们的那一块去测试。谢谢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猜这是模组吗？错，就是我们上次拍影片的时候呢，不是有介绍家里这个地方吗？这不是模组，这样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放了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就好奇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定要放在水里哦。好了，然后那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